明星们到底有多喜欢抱周深？宋祖儿拿逗猫棒逗周深，这个视频就是让大家看看明星们到底多喜欢深深。最近的时光音乐会二深夜食堂里，玩游戏的时候，梁龙抱着周深的头。时光音乐会二梁咏琪专场，周深唱完花火，吉吉抱着周深，因为身高原因，吉吉把头放在深深肩膀，这拥抱太治愈人心了，一时不知道羡慕谁了。奔跑吧游戏时，沙溢满脸慈祥地抱着周深，这是妥妥的父亲式拥抱，哈哈。再开始推理吧，宋祖儿抱着周深，难的是这让人一看就是大姐姐抱着小弟弟，让人生不出一丝的其他念头。同样再开始推理吧，宋祖儿拿着逗猫棒逗周深玩，而周深竟然配合着玩得不亦乐乎，哈哈，是不是也很像姐姐在逗弟弟玩呢？而且这里的周深太像一只猫咪了，哈哈哈。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盗窃。一档节目中，一位奶奶笑呵呵地抱着周深，周深粉丝的年龄真的没有上限。最后再送大家一波甜度超播的小白粥，你有被偷到吗？